我等会要去排练，所以我就来播一下下，一下下后，我就来播一下下，因为我要去排练，对，见一下面。见你们一下，哈喽，晚上好。我和明明，我和明明下午刚见过面，我明明下午刚刚见过面，握手会，那也是好久不见，行，行。卡了吗？卡了吗？哦，不卡，那就好，不卡，不卡就好。谢谢做你怀里的猫送的蹦迪，谢谢 Niki 送的秋天的奶茶。谢谢小聚聚送的荧光海，我总不能穿那个衣服直播吧，因为很不方便，刚刚那身不是很方便，确实很性感。对，是今天拍的，因为它过于性感了，我不敢用它来直播。完整版练习室是什么？刚刚那个跳的就是抖音的，它没有完整版。谢谢包包的好亲姑送的一个秋天的奶茶，哦，那个练习是也许吧，我不敢答应你们。谢谢李逵送的一个荧光海，谢谢手手送的荧光海，我不敢随便答应你们，也可以录个练习室版。确实我们俩的发色真的，谢谢平头送的荧光海。狐狸在说什么？什么意思？是我像那个吗？虽然他长得很好看，谢谢。还要等多久？哎，送的蹦迪，我知道啊。谢谢 H A 送的荧光海。我怎么不知道？我知道啊！谢谢生萝卜送的荧光海，不就是个漫画？为什么不能说？
而且人家长得挺好看的呀。某个漫画里面的一个女主，他们说的是某个漫画里面的某个女主，对对对，对。很好看，很好看。我不像吧，她比我好看，只是发色像而已。谢谢严总送的蹦迪，谢谢 Indigo 送的夜蝶发疯版。为什么是发疯？你发疯了吗？我也要发疯了，因为我明天要做核酸，很早很早很早我要去做核酸，很早很早。因为我明天9点就要出发，所以做核酸应该在那之前，所以做核酸就是很久，很早，比9点还早，所以我今天要早睡，但是我等会还要去排练，就是很早。谢谢手手送的高级马卡龙。哇，这个好像下雪呀。下马卡龙确实。抖音是很久之前，几天前。几天前排练的时候跟我搭档说的，就是等下次一起化妆的时候拍，正好今天大家都有握手会，就一起化妆，就拍了那个抖音，难得他没拒绝，怎么同意的？我威逼利诱同意的，我逼他的。威逼利诱，对。哎，我没有用错成语吧？为什么都在问号？我没有用错吧？啊？谢谢方便面送的一个秋天的奶茶。他不会拒绝跳舞，那他就会拒绝壁咚。他确实不会拒绝跳舞。谢谢墩墩墩送的一个秋天的奶茶，但他会拒绝壁咚。好记仇，没有吧？我只是，啊，这算记仇吗？
我今天新买的耳环，谢谢，快捡我回家送的荧光海。它不一样的，它这边是这样子的，它这边是这样子的，它两边不一样，它就是两边不一样。对，哇，谢谢阿晨送的皇冠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我刚刚看到了个小飞虫，谢谢桃子气泡酒送的高级马卡龙。粉发马尾，低马尾吗？我只扎过低的，就是这样。高马尾吗？高马尾，下次扎扎看。主要我不好扎高的，因为我是接的头发，它就只能这么高，它就是这么高。不好扎。剧透明天的发型，就普通的发型，没有什么发型。双马尾，双马尾就是这样的。就是这样，差不多是这样子的吧。剪刘海。今天我不用剪刘海，我想要刘海的话，我随时可以放下来，不用剪。就是我现在这个就是它弄上去了而已，它只要放下来卷一下就是刘海。你们是喜欢刘海吗？说起来昨天下班吐我就难过，因为我不知道有粉丝拍我穿的特别随意，早知道我穿好看一点了，我穿的很随意，因为我当时赶着去剧场，因为我怕来不及，我以为我赶不上排练了，然后我就关了直播赶紧去剧场，打车去剧场，然后我一下车就好多人在拍，我都惊呆了，我还说了一句好久不见，因为我真的好久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，我真的是随便穿的，我在直播，哇，哎，你们没有发现我那个我昨天那个 T 恤上面是那个图案是什么？你们看到了吗？
这可是我买衣服时候的一个小巧思，是那个，是一个在吃甜甜圈，是一个，你们贵，你们400多块钱，算贵吗？你们贵，很贵，400多块钱。将近500呢，我只是因为那个图案很好看，而且它是蓝色的。那也没有。啊不，你们是新款，你们可是新款呢，你们又贵而且又是新款，真的是刚到店的，真的。确实，就是那种我一去那个店里，他就说，有新到的什么新款，我就说，哎，我看看你们的新款。浅喝一下，喝奶茶。那天逛街时候买的，没有小确幸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他都没有小确幸。会喝茶，因为我喝茶会睡不着。深夜拿铁喝过几次，深夜拿铁。可是奶茶不是粉冲的吗？它不是茶叶茶呀，它又不是茶叶茶，它是粉冲的呀。没有吧？有吗？哦，是吗？
失眠的话，就喝酒，喝酒你就睡着了。喝了奶茶，失眠之后，喝酒，喝酒你就睡着了。慧慧拍的照片吗？哦，那是因为他帮我拍，我帮他拍，我不得不帮他拍，他帮我拍，我不得不帮他拍。哈，我最近拍摄可是进步了呢。我最近拍照进步了。你在吃什么呀？什么呀？哦，你们是去超市了吗？哪个呀？什么？哪边啊？在哪？在路上。我怎么不知道？很正常。我跟你对话，你经常这样。我昨天不是很晚回来吗？然后我就很困，我今天就起不来。然后我今天起来的时候，我的舍友早就起来了，然后我就在那赖床，我说好难过呀，我不想起。然后我舍友在那说哄你哄你。为什么大家都会模仿我呢？因为你优秀。我也会模仿你。他老学我。嗯。我吗？嗯。因为你太优秀了。因为你老学我。我舍友是一个浇花，我舍友是谁？我舍友就是一个浇花，林科。有点欲盖弥彰了。他是一个浇花，然后他是娇弱小猫咪，然后他是，谢谢田说念送的一个蹦迪。你别就介绍我呀。我自己不用介绍啊，他们都认识我。我是绝对某一只只只 AKA 你的女孩 TT 只能向上绝不向下的田书丽。
为什么发弹幕呀？你我人就在这，你还发弹幕？你直接看我就好了，还看我直播？我只看得到你美丽的背影。那我转过来给你看。我不看他们了，我就脸对着你说话。对，因为你要看我，没办法。那他们会打我的。就是我只能这样跟他们说话，因为你要看着我的脸。两人先满足他们。哦，先满足你们。不能磕，因为我们不熟。熟一熟就熟。我不熟，不熟只是普通舍友，不熟不熟。这是我的两杯奶茶，一杯是我起来的时候刚点的，一杯是刚刚逛街的时候点的。开心开心极了，开心死了，人生啊太圆满了。一杯是福小桃，一杯是奈雪的茶。对，我今天看到有人握手会来向我炫耀他的吹气球钥匙扣。说实话，我一点都不羡慕，因为我也抢不到，我也不能隔着屏幕抢。其实可以带着他现场来找我，如果下次有线下握手会的话，可以带着他线下来找我，这样我比较方便抢。抢怎么了？我不能抢吗？我不能抢吗？我又不是偷，我是抢而已，又不是偷。那你们报警吧，那你们报警吧，报警，报警，那你们报警我吧。报警处理。
哦，那个吗？谢谢井盖送了一个蹦迪，那个是我随便拍的。谢谢流星雨送的荧光海。那个怎么说的？那个是怎么说的来着？我就是，台词是什么？我就是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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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我就是要黏着你，那你报警吧，那你报警吧，然后什么什么什么，把我抓起来。把全世界最黏人的小宝宝抓起来，哼，是这个台词吧？下次再拍个什么抖音呢？最近没有什么抖音可以拍的。我最喜欢的抖音是变装的抖音，我很喜欢变装，类似于变装的抖音。没有什么，最近没有什么变装的抖音。你们为什么笑啊？为什么笑啊？我喜欢变装的抖音，怎么了呀？我自己拍呀，就一定要跟搭档吗？我自己拍变装的不行吗？那我就自己拍呀。我自己拍。没有没有，就是那种变装的抖音，不是什么变装的抖音，就是那种变装的抖音，不是那种变装的抖音，就是那种，就那个抖音，对，对对对，就是你们想的那种。对，就是那种。啊，对，那种。可以说啊。是可以说的抖音，那个没有什么。那个吗？那个我本来就是本职工作啊，拍那个没有什么反差感，要拍就拍那种有反差感的，就是你原来想不到我会这样啊，他会这样哦，他竟然是啊，他竟然，对，就是这种。就是你一看抖音就会
或者就是懂了吧，就啊对嗯，没有见到浴缸本人，因为楼下的浴缸不知道去哪了，等我下次找到了再说。美人鱼的发色应该比这个要深吧，美人鱼是红的，但我很喜欢小美人鱼，我喜欢艾丽尔，对，我以前的头像是艾丽尔，因为我很喜欢艾丽尔，因为她很可爱，她是集性感与可爱于一身，与美貌于一身，于身材好于一身的小美人鱼艾丽尔。可是我不够，可是我不像他那么可爱，艾丽尔是很可爱的，艾丽尔超级可爱，你们有没有看过他那个吐泡泡那张图，就是吐泡泡那个圆圆的，我从来不觉得自己可爱呀，没有人会觉得自己可爱吧？吐个泡泡给你们看，你们来品鉴一下，品鉴一下，品鉴一下，到底是谁可爱？现在吐怎么吐啊？
为什么 QQ 音乐好多炫耀的歌都没有啊？太差了。几点呢？等会儿吧。我还会跳这支舞，很久以前跳过。谢谢田若叶送的一个高级马卡龙。可以啊，我的凳子现在已经，它像比萨斜塔一样，虽然斜，但它很稳固，就是它已经是这个样子。是什么东西？人体工学椅。有点高级，对，我没怎么听过。对，我现在凳子很斜，就是它随时都要散架的那种斜。谢小明桑送的蹦迪。谢谢 KK 送的荧光海。我已经摔过一次，就是我朝他斜的那边摔的，我就是这么摔下去。
我真的服。没有摔到哪里。哇，谢谢安丫丫送的马卡龙，谢谢。还是没有发货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镜子也没有，就是我重要的那些都没有发货。没关系，我们约的是11点。那可以跟自己的妈妈商量一下。其实我很小的时候，也不是很小的时候，就是之前上学那会儿也想过要献血，但是就是因为献血有体重要求嘛，它要100斤，首先你要达到100斤，然后我就一直都献不了血，因为我太瘦了，就是没有达到100斤。而且献血它还要看你的各项指标，就是我其实是很想献血的人，但是我实在是体重不达标。对，对。而且我之前还有去了解过遗体捐献，因为我很想捐的是我的眼角膜。我现在想可能有点太久远，就是因为我很想，我觉得眼睛是最重要的，因为我觉得眼睛是最重要的，我很想让别人，就是我的眼角膜可以让别人能看到，就是。对，就是我觉得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我很想让别人就是能看到这个世界有多美好。就是我有想过，如果捐献眼角膜的话，人家可以看到。就是我假如说我能让一个小姑娘或者小男孩可以看到，我觉得眼角膜很重要，所以。而且我觉得我视力还行，就是我就是天生视力就还行的那种。对，所以我之前有了解过遗体捐献。但是还是要征求父母的意见，因为我没有跟父母说，就是。谢谢比利时送的荧光海，就是还是要跟父母商量一下的。因为我有想象过他可以带着你捐献眼角膜，他可以带着你的这个
他可以带着你的眼睛去看世界，就感觉很美好，而且你也可以让他看到。我觉得我视力就是天生的，就是不会怎么样，就是我视力好像到现在都还行的，就是我没有高度近视啊之类的。好像视力也跟遗传有关系，反正我家就是从来没有戴眼镜的。对，就是视力就是跟遗传也有一点点关系。对，我家从来没有人戴眼镜，没有人。唯一近视，那我是，哎，我也不是唯一远视，我爷爷是远视，老花镜的话就是远视眼。我是远视眼，远视。凑太近看不清，也没有，好像也没有。我近视我远视没有到这种程度，哎，我还行。可是谁会凑这么近的让我看？我想了想，平时跟人家交流，人家也没有凑这么近跟你说话吧。我也没必要看清他的脸吧。看得清啊，我看得清你们，你们看不清我吗？静，也没有吧。果冻吗？应该放上面的。果冻是放上面好吃。哎，一看就是没有童年。也是。你刚才讲，陈经理是零食大户。哇，太多零食了。我是冰淇淋大户，你要吃冰淇淋随便拿。你可以随便拿我的冰淇淋。我们是舍友。
每个跟我住的舍友都会说我零食很多，因为我太爱吃零食了。之前小燕，孙小燕你们认识吗？就是小燕跟我住的时候，她又吐槽我半夜还在那边吃零食，半夜她都睡了，她又听见我在那边咔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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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她就老吐槽我半夜关了灯在那边咔嚓咔嚓吃零食。因为我太爱吃零食了，而且还是半夜。因为我觉得零食很好吃，零食不好吃吗？他也吐槽过我吃很多零食，我很爱吃零食，很爱吃，确实很爱吃。晨跑喷香水是因为，为什么呢？我也想知道为什么。就是香水太多了，喷掉点。确实我很精致，我是一个精致 girl， 我很精致。没有，我在北京的时候晨跑，而且那会儿还没有新冠，然后但是我还是戴着口罩跑步，因为北京就是空气质量，也不是，就是那段时间有点沙尘暴还是什么忘记了，就是很就是尘土飞扬，然后我就戴着口罩跑步。关键是我那会儿早起跑步，我都是跟大爷大妈一起，没有年轻人跟我一样在晨跑的。我每次晨跑遇到的都是大爷大妈。没有喜欢晨跑，就是健康生活吧，就健康生活。那也只是在以前，我之后都没有晨跑了。确实，我现在起不来了。早睡早起。好想念以前啊，以前没有疫情的时候还经常去电影院，基本上每周都去电影院看电影，所以其实那会儿每上映一部电影我基本上都是在电影院看的，
因为我太爱看电影了。我也想看《侏罗纪》，想看。什么时候电影院可以看呢？我估计电影院开的时候，《侏罗纪》都下映了吧？我太难过了。我觉得《侏罗纪》一定要去电影院看 3D 的。可是电影院开门确实要很久啊。一般下映时间是多久啊？一个月吗？电影一般多久下映啊？一个月，一个半月吧。那估计电影院还没开吧。我蝙蝠侠也没有看。确实。对啊，明天要早起，所以我今天要早睡。我要早睡。加油！加油，早睡。我还想出去拍照呢。本来12号约的是出去拍照的，好难过。只能约之后了。有空吗？我好像要拍证件，说实话我到现在还没有想证件的东西，因为我想不出来，实在是想绞尽脑汁想不出来。但是我已经录完音了。其实我一直都在想，我半夜在想，我很喜欢半夜想东西。对。
我可能先要把明天结束之后再想，先一件一件解决吧，先一件一件的解决这些东西。嗯，比如我的室友想的很复杂，是吗？我去问问他。他不是说不卷吗？他不是说不卷吗？我去问问他。好啊，大家都说不卷，那我也要卷死所有人。卷死所有人。是自己的拳头。哦，我的确有这项个人技，就是吞拳头。但是我的粉丝都拦着我，因为我之前表演了几次之后呢，我的粉丝之后再也不让我表演了，因为我的粉丝都拦着我，让我别做这种个人技。那我其实还有，我还有别的个人技，你们放心，我还有别的个人技，我不止这一项个人技，你们不用担心，不用担心，我会做这个。rap， 对，好，我要关直播了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拜拜，明天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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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